记得演老公的是宰哥，对，谢承君。然后因为宰哥本身私底下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帅到爆点的男人，他随便一个 OK 亮没关系，他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，非常的就是很有魅力的熟男。你说他私底下的？对，而且他私底下他说，我说宰哥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有点得罪哦，他说没关系。然后宰哥就是我就是在拉他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就是趁机吃豆腐，然后我自己很害羞，就私底下你知道没有办法完全融入角色，已经就是已经分出来了，就是方小文、李亮景，然后方小文就是。汉神 my name 啦，那阿波怎么样？然后所以他就是哦，仔哥快点！哇，他现在是借我们这个节目在向谢承君告白，你要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告白一下？跟他告白吧。仔哥，你好帅哟，救命！哇，美丽！我们感觉到你对他的热情跟热爱。矮哥真的很好。然后有一场戏，我终于快要强奸他得逞，因为真是我在他的那个酒里面，就是他的水里面，反正就下了安眠药。就是我非常感谢编剧给我这个好处，编剧他们还安排我可以 kiss 他一下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觉得我是全世界最爽的女人。我就还 kiss 一下他的嘴巴，天哪，如此柔软的唇，你是没看过更好的胸肌跟腹肌吧？那个，你可能真的跟仔仔不熟哎，对，如果再熟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这样想。对，我爱他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喜欢胸肌干嘛要找他，对不对？潘老师也有胸肌啊，他也有啊。不是，是衣服在这边，没关系啊，衣服没关系。不行，哎，你把衣试看一下嘛，他是摸一下。潘老师每次露胸肌收视率就飙高，真的吗？哎，老师，你穿好多件哦。老师，侯一来，我来。哇塞，可以摸了，摸一下屁股，大家都可以摸了，哎。非常的精，而且跟你讲，这个绝对不是画出来的，看这个胸肌还会运动，就知道每天练得很辛苦。有没有？在霸你手背，在霸你背。